だ。这怎么会自己飘开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会不会是……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吧！你们过来看看，你怎么可以乱用魔法捉弄人？你要是觉得人类世界无聊，那就回海鹰堡吧。听着，我的事你少管。你怎么觉得我碍眼了？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在你面前消失了，对你而言或许是件好事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是吗？我打。哦。夏凡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。我只是不想让大家继续误会你。什么误会？之前我以为你跟那帮坏蛋有什么关系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这么做是为了救夏凡。蓝珍珠你也没打算给他们。哼，抱歉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没什么所谓，怀疑也好，不怀疑也好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总是这样，既然是朋友，就该把话说清楚。交我这样的朋友，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。这里交给你了，我下班了。对了，上次你救了我，谢谢。啊，这是谢人的态度吗？要小心啊，这个东西有点古怪。看了半天也没动啊。给我坐好。要是有谁敢倒下，就给我走着瞧。现在连我的虎青也被救走了，你们说我留你们到底有什么用？博士，原谅我们吧。实在是他们太狡猾了，况且他们还会魔法呢。博士，不如我们去抓一条更大的虎鲸回来，给您改造一下。哦，改造。我快不行了。哎，我要上厕所。忍住我，别连累我们。这什么跟什么呀，当我们是小学生吗？对了，那我就来改造。博士，不要啊，不要改造我们。真的要改造我们吗？千万不要啊，我们本来就不聪明，再怎么改造也没用啊。谁说我要改造你们？我要改造的是他。我要把它改造得更强大，更厉害，更勇猛。现在好了，误会都解开了，你就不用再烦了。但我担心幻众不会轻易放过魔达。怕什么，有事我们一起解决。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。原来你们在这儿啊。这是我们家后院种的苹果，爸爸叫我来送给你们。谢谢。那你把它搬到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哇，北极熊！这怎么有北极
熊，它不会吃人吧？那是换种的北极熊，它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！北极熊，我来了！麦油洞它过去了。真的是北极熊？是保育馆的特别活动吗？嗯，我能摸摸它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了，哎，好样的！哇哦哇哇！不好，观众派他来肯定有目的的。大家快离开，有危险，有危险呢，这有危险，大家快离开，快走啊！来，跳个舞给我看，我把这些苹果都送给你。大家快离开，奶油洞，你干嘛？快闪开！海星！海星！海星！放开他！夏凡，夏凡，你怎么样了？海星呢？他被幻中的北极熊抓走了。我们知道了，西亚跟摩达已经分头去找了。我们也快去找，他们肯定没走远。这夏凡，这也是表演吗？夏凡。我们再耐心等一等，一会儿人就来了。您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用处嘛？博士改造的真厉害啊！你们在干嘛？哈，博士要见的人终于来了。快放了他！你跟我们走，我们就放了他。要我去见幻众而已，犯不着耍这些花招。马上放了他，我跟你们走。哈，你当我傻呀？放了他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们先把你捆起来。好。来吧。哼，够胆量。我说过，我们要一起面对。巴啦啦能量，召唤盲鸡乐乐 ，Moki Moki Moki Moki， 小魔仙变身 ，Moki Moki Moki Moki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别老想着逞英雄。西亚，巴啦啦能量，
哎呦，敌人变多了，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有这小丫头在，他们肯定不敢轻易动手。而且还有苏苏呢，苏苏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啊，小心这头北极熊！叫什么叫？快收拾他们呐！让我来，巴啦啦能量，嘿！也不行了，这下怎么办？先走，把这丫头带上。心杰，开船。是。想带走我没那么容易。海星，南姐，还愣着干嘛？跑啊！哼。让我送你们点小礼物吧，巴啦啦能量，召唤海蝶洛洛，粉星闪耀。救命啊！敢对我下手，海星，啊，干得好！这头北极熊怎么办？等他们把他抓回去吗？不，他是无辜的，只是被人利用了。不过控制器都拿掉了，他怎么还没恢复？我有办法，试试这个吧。蓝珍珠能帮到你，好像没什么反应。
素，你叫素素，我听见他们这样叫你，不用怕，我们来帮你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。喂，你怎么好像没有感觉呢？你认为我应该有什么感觉？哎，你们先想好怎么安顿这头北极熊再说吧。你。不会吧，能吃的东西都没了。奇怪，怎么所有的食材都没了？我明明准备……他在说什么？他说他的家在冰天雪地的地方，他是被幻众抓来的，之后幻众就对他进行改造，一直控制着他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他说他要回家，因为他想见他的弟弟。他还有弟弟，可他的家应该在北极啊，我们怎么送他回去呢？你忘了我们是魔仙吗？而且我们还有魔仙船。哇哦哦哦，下边没有鱼啊。南姐，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？你觉得我们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当然是回去吃饭了。为了找到北极熊苏苏的弟弟苏菲，魔仙们开始了北极之旅。正当大家为苏苏兄弟重逢而感动时，铁鹰三人组再次出现，抓走了苏菲。究竟幻众抓走苏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